是花姐回来了，花姐 Hello， 无底深潭的时候又回来了，我們又是你主场的时候了，我又搭爹的时候了，当然了，你不嬲都是的了。什么料啊，现在你又带多个小鲜肉来窒我的，这个都不是小鲜肉，不过是一个又不是小鲜肉，这个是什么型英帅靓正，这好熟口面，这位先生当然了，在我们即是上一季啦，就有帮过我们做有节目的嘉宾啦，两集，所以我记得的，所以他这一集之后就应该有那个什么嘉宾的优惠计划，是啊，可以免费得到我们这个269计划，不过他很好啊，已经自己申请了，因为他那天还好笑，他那天告诉我，如果入不到的，那天刚刚就搬箱那天，跟着就说我入不到，哎，哇哇，这么快啊你，喂，那嘉宾去哪里找啊，又出心，又出，出埋钱，出埋人，这样真的，最好请埋我们吃饭更加好，我们没钱吃饭，好穷啊，我们，花姐真是啊，Vincent 其实我记得他刚刚那季呢，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就在无底深潭，讲什么呢，就讲一些植物，植物都好像人一样，即是有思想的，还有真的有些实验，科学实验去证明过，咁佢即係有呢方面啲咁嘅心得啦，同我哋分享過啦。跟住喺呢個客次雲來就分享咗，佢睇咗本書就講嘅靈界義工啦，嗰個嗰啲自殺者係啊，自殺者同埋靈界義工啦，點樣去幫啊？即係帶啲人去睇究竟你死後個世界係點？你係咪真係原來死鬼咗就可以見到對方咧？等等嗰啲故仔啦。係 Vincent 呢啲朋友真係交得過，佢真係好犀利嘅。佢其實咧係一個有識之士啊。再者就係佢有一度好嘅，記唔記得有一次上次係咪講喺後巷執到有得雙書唔要？我哋咧執翻又冇用嘅，就擺嘅啫，即係嗰啲咧好似書櫃咁擺曬喺度嘅啫。但係 Vincent 咧係真係攞啲書嚟睇嘅，仲要研究啊、探討啊。好難得啊，仲有咁嘅即係閒情日志去睇書，仲係唔係即係水過鴨背嗰啲，又即係攆嗰只嚟嘅。無聊啊！無聊唔係啊嘛，見你都應該好多街去噶，不過要大聲少少。最無聊嗰啲就係睇我哋節目嗰啲。哇！你咁樣話人，你死啊你！不過唔係啊，神啦要嚟啊。係啦，我哋好多聽眾咧，其實咧自己咧工作又繁忙啦。生活壓力又大啦，喂，邊個得閒坐低咁樣喺度攤頭嘅時候，仲有咁嘅精力啊，去攆書先得噶，係咪先？冇錯。所以咧，即係僅餘嘅精力咧，就係聽我哋節目，去咧聽一啲嚇，即係啲專家或者啲學者啊、研究者啊，佢哋即係睇完一啲書嘅一啲心得，咁啊，同埋有啲分析啦，自己有啲經歷啦，同我哋啲聽眾一齊。即係分享一下咁咯，係咪啊 ？Vincent 啊，不如你自己講下今日你帶一個咩話題俾大家先？無底深潭哦，係啊，其實我就個目的咧，想即係大家知道多啲事實咯。咁跟住就等大家即係個世界唔係我哋咁簡單咯。係。咁然後大家可以諗下，咦？依個世界係點樣樣？應該會有啲乜嘢嘅咧？係咪？係。咁今日我會講咧，就係好有爭議性喎。今日呢個話題好似聽聞，驚唔驚？講完今集之後會蒸發咗個人，被消失，被消失。我哋講啲事實啫，即係冇話真定假。而家我哋又要講嗰啲咩嘉賓嘅咩嘅意見，本台立場冇關，純屬嘉賓嘅個人意見、個人見解，實實可合。係啦，咁會講我諗講兩樣嘢咧。气功和这个特异功能其实我们有个 topic 的叫奇人张宝胜因为这个是当年呢可能当然我们有很多听众观众都很后生但是呢有部分人我觉得记不记得因为为什么会我觉得也值得讲的话题就是当年呢突然间中国有一个热即是八十年代七十年代尾八十年代初突然间研究那个人体特异功能和那些什么超级气功那些那继而呢如果大家记得有些电影啦譬如都介绍过啦甚至后期影响到我们的港产片呢或者有些只是拍了或者一些内容是牵涉了用了这些题材的。其实呢有时候有些回忆呢真的一生一世的。我到现在呢都不忘记不到我童年的时候呢就是看这个 EYT 呢那就是请了一些大师上来的节目那整班观众坐在那里那他就是那些柳匙羹那些东西啦。咁佢係叫大家全部人一齊用同一個意念，覺得支持筋係會彎嘅。咁佢就現場咁樣整俾大家睇咧。咁佢真係喺佢嘅手上嘅匙羹係自己會彎咗嘅。嗰陣時即係覺得嚇咁神奇嘅。咁當然大個接觸好多嘅即係唔同嘅一啲解釋啦，係一啲嘅觀念啦，就話點解個支持筋會咁樣可以俾你咁樣扭曲佢啦。咁係有咁嘅理論嘅，但係其實我自己咧。都在做节目的时候亲身去做这个实验是见到身边的两个同事是整到而我自己是整不到的跟着我很不忿气我就拿了那些匙羹回家因为那天晚上我杂念太多嘛我回家我明明没有人的周围
我好专心噶啦，我已经，但我都整唔到、啊。杂念多啊，可能就系、是。咁但系阿张宝胜咧，就系一个特异功能嘅即系高人啦。嗯。咁啊 ，Vincent 啦，对佢即系点解咁有兴趣研究佢咧？首先。哦，系咁样嘅。咁、嗯、咧就因为我身边咧就我自己本身冇见过佢啦。咁我就有身边有两个朋友咧就都见过佢嘅。咁咧就或者我讲第一个人先啦。好啊。佢本身咧就系、是都系气功大师嚟嘅。系。咁咧佢叫做傅伟忠。系。咁就系、是、峨眉派嘅掌门啦。系。咁因为我点解会发现佢咧？就系、是、其实我有一我谂系大概六七年前咧，咁、咧就睇报纸。系。咁佢又话有一个人咧就话自己咧就同呢个国家领导人即系医病啊咁、样嘅。咁咧跟住有个 course 教你气功，咁样咧就好便宜的，收得幾百元，四五日的學，沒可能的，幫國家領導人醫病怎會收得便宜啊，不合理。我覺得哇，如果被你騙了都沒所謂，都是幾百元而已，是的，就是這樣。那我去探討一下，那些人經常說氣功是什麼來的，自己去看一下。去上堂？是的，我自己去上堂，我上了幾天。那呢就在油麻地的。香港的，不是回大陸上。不是在香港的。咁咧就咁我講講嗰個經歷啦，咁啊幾得意嘅。咁咧就咁去到咁，跟住佢就咁我其實我不斷問佢，喂，氣功係咩嘢嚟噶？咁咁佢又其實一路都冇答到我一個好圓滿嘅答案。咁我話喂，你點樣show出嚟？你有氣功㗎，有氣㗎。咁佢又話咧，佢可以咧就係、是、將一支火柴咧就發功咧，佢會自己點著。嗯哼。咁跟住。咁我谂住佢，跟住整俾我睇下啦。跟住佢话：，不过我唔会整俾你睇，因为佢话咧会太嘥佢嘅体力，同埋个个人都系叫我咁整，我咪好即系咁又系，即系好 cheap， 好 cheap 咪咯。有冇即刻叫你走啊？俾翻学费你啊？即系我心啊谂，哇！佢咪流噶究竟？咁即系讲字咪咯，系咯。咁咧跟住啊 ，next step 好得意喎。咁跟住咧就大家去耍，即系跟佢练功啦。咁咧就好得意嘅過程，咁啊練咗大概半個鐘頭左右啦，跟住咁練，咁、個思想都好緊要，你要專心啦。係、啊。咁咧就咁我跟住我發覺兩隻手中間咧就有一啲嘢出咗嚟喎。嗯。咁我覺得好，因為一路都冇啲咁嘅嘢㗎。係咪凝住咋？唔係啊，你自己 feel 到一種好特別嘅，即係有一啲係磁力啊，我即係磁力喺手心嗰度。兩隻手中間即係有啲氣波啊咁樣。即係已經 feel 到有啲嘢喺度，因為我問老師：喂，咩嚟㗎？咁得意喺我手度嘅，即係原來跟住嗰啲就係氣龜波氣功。龜波氣功。咁嗰陣時就你自己都 feel 到啦，咁就所以咧就唔使再challenge 佢咯。你自己都已經知道係啲咩嘢嚟，咁啊真係確實有啲嘢。咁但係嗰半個鐘係做咩嘅要？佢半個鐘係耍一套功咯，佢會講咩？好似太極咁樣嘅，其實就咁佢上半決咧，佢都係話係太極嘢嘅。咁咧後半決都係叫做無極功咯，無極功就係、是、要即係身隨氣動咯，即係你自己 feel 到應該點樣喐嘅，你自己就會喐。譬如有啲人可能某啲地方有病嘅，咁佢嗰啲地方可能就會喐得緊要，即係會多啲。咁我要講一講呢、這個，因為我覺得佢係即係因為自己感覺到啦，我覺得佢係真實啦。咁咧，所以我之後咧，其實叫過好多朋友咧去參加佢嗰啲堂，即係叫我之後佢有一年嚟咧，佢係暑假先嚟嘅，咁咧就就叫咗二三十個朋友去嘅，咁但係好得意，可好二三十個朋友去你，係啊係，我叫咗好多朋友，你動員能力都好高喎，你都叫翻二三十個朋友嚟申請，係咯，申請我哋呢個會籍喎，慢慢會，咁咧咁但係好得意，去到咧佢哋好多人都唔得，即係我最初以為七成都得嘅，即係佢咁，咁但係我諗翻點解佢唔得咧，因為可能咧大家啲朋友咧大家識啊，咁咧。運嗰套功嘅時候咧，有陣時候你要專心咧，你有陣時候可能覺得俾人睇住咧，又覺得有大家識咧，咁啊可能唔能夠達到嗰種比較。咁佢哋冇話你揾笨咯。咁應該冇嘅。咁懷疑你係有份呢個詐騙。係咯，你詐騙案嚟喎，即係帶你上去。都平啊，兩嚿水到嘅。喂，你兩嚿水，但係你廿個人喎。佢詐騙佢嚟裝我哋都係二六嚿啫嘛。係咯。咁咧就係啦，或者再講一講佢即係個大師啦。咁咧就之後我介紹咗。即系我话讲过俾听，有两个朋友就同即系见过张宝成，系佢系其中一个啦。咁咧仲有另外一个朋友嘅，咁我朋友咧就系即系商界啦，咁啊比较有份量嘅人啦，咁即系帮国家做好多嘢啊，咁啊所以佢亦都有机会去到即系中南海度见过阿张宝成。哇！乜你朋友咁鬼劲嘅？咁我叫嗰个朋友咧叫做我都系中南海，不过系。芬蘭肉嗰啲叫W 啦 ，W 先生想講佢唔想開名嘅，
咁啊 ，W 先生咧就其實我都介紹過俾佢認識啊，氣功大師。OK， 咁咧因為佢又好有興趣啲嘢，亦都可能因為佢見過張寶成啦。咁咧就咁佢見過咧好得意嘅，咁啊啊氣功大師啦，傅生啊傅宗師啦，咁咧佢就即場咧就講到我朋友咧係有咩病。咁我先好神奇，咁佢冇掂过佢嘅，掂都冇掂过嘅。但系佢嗰啲病系咪比较特殊啲，定系嗰啲头晕身痛嗰啲啊？佢个颈后面即系个即系有啲毛病，可能系太即系长时间睇书啊，或者点样咯，对脊椎嗰啲。咁佢香港人好多都有呢个问题。系系，唔会咁佢佢自己都承认啦，咁亦都有睇医生嘅。系咁即系佢系即系。他其實在美國那邊或者講講他的生平啦。點解佢係會認識邊個嘅生平啊？即係阿傅宗師啦。傅宗師生平。咁佢其實咧就嗰陣時就去咗美國，咁就因為嗰陣時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大陸就打擊呢個法輪功啦。係。咁咧佢就驚即係有啲牽連咁樣樣，咁咧就所以去咗美國嘅嗰陣時。咁去美國都將佢嘅即係氣功咧都開班授徒啊咁樣咯。咁亦都上過 Discovery Channel 表演嘅。咁佢表演啲咩？就是 exactly 咧，就係佢可以睇到一個人有咩病咯，即係佢唔使掂佢嘅，因為呢個我親身見到，咁佢咁樣就可以知道你係其實有咩病咁樣咯。即係佢甚至唔使觸摸你，唔使觸摸。咁我都可以講多講多一件事俾你聽嘅，係好得意嘅。不過呢個當然冇，即係冇咗證據嘅。即係嗱咁樣嘅，就係我其實我如果之前我就講，我其實我家姐都 feel 到人哋嘅氣場嘅。咁譬如佢有啲人去咗啲即係唔係咁好嘅地方咧。即係譬如有些人去了夜總會啊，即係類似咁樣啦，咁我以為係殯儀館添，即係咁樣咧。咁佢自己會很不舒服嘅，即係佢會吸收到嘅。即係嗰人行埋啲，佢都會不舒服。即係佢自己會影響到佢。咁傅老師其實有講過依樣嘢嘅，佢話依個咧就係、是、即係你譬如如果用氣醫幫人哋咧，咁咧你亦都會有機會咧係攞到，即係吸收到人哋嗰種病嘅。系啊，即系会将佢啲负能量。嗰时都听过，系啊，即系话其实因为你打开咗嘛，你打咗然后帮人，咁你咪互相有出有入咁样吸咗人哋啲嘢咯。系啦系啦系啦，即系磁石咁吸咗佢啲衰嘢出嚟噶嘛。系啦，系系，即系会有啲乜嘢咯。咁就系佢嗰阵时讲过，佢又叫即系即系话就系叫人哋即系譬如叫我家姐唔好开，即系想帮佢删翻佢咁样咯。咁但系喺个席间咧，即系第一次见面啦，佢个徒弟咧就问过佢咧，问我家姐就。咁你睇唔睇到我師傅嘅氣場啊？咁樣，咁我家姐形容翻俾我聽，其實就咧好得意嘅嗰一刻，就係、是、阿傅老師咧，就係、是、傅宗師咧，佢咧就係、是、突然間係開咗氣場出嚟，即係之前係閂咗嘅，即係佢即係佢控制到咯，係啦，咁我哋坐喺度其實就唔知發生緊咩事，咁佢其實講咧其實係有樣，實質係見到咩啫？見到佢其實係咪光感受到佢閃閃金光包住佢啊，還是點樣？有冇形容到出嚟？即係有啲顏色啊！有人唔係嗰陣時我都聽過有人就話，如果依樣嘢個所謂氣場。就會有不同的顏色的、或者個程度不同或者甚至很久之前有一些相機是一些是 surface 你可以去拍一些相片現在我不知道有沒有即是拍一些相片可以看到你自己是什麼顏色的氣場包住當年甚至有沒有人相信就說不知道是騙人的即是騙人騙子來的樣即有人曾經就說 有這個這樣的感覺的是、哦、是不過因為我就即係親身見到啦，咁我又即係我唔覺得係假啦。咁同埋咧，仲有一件事件嘅，咁其實就我親戚咧就患呢個大腸癌。嗯，咁嗰陣時咧就喺公立醫院嘅，咁咧就想揾佢幫下手啦。啱佢又喺度啊，傅老師。係。咁咧就佢最初咧就覺得唔係咁好嘅，因為醫院太多人係嘛，即係佢意思好似做賊咁樣嗰啲。哦，因為佢唔可以入去做呢啲嘢係咪啊？即係有冇明文規定嘅？我諗，不過你醫院其實唔係即係正宗係即係西方醫術咁樣，就唔係俾你做呢啲咁嘅嘢咯。咁但係佢其實都幾後期嘅，我個親戚咁就咁但係咧，我點解覺得阿傅宗師咧係即係一代呢個即係宗師啦？個原因咧就係因為佢最後佢都願意去，即係佢話佢覺得救人一命勝造福，雖然係有啲尷尬，但係佢都即係願意去。因為通常他去的啲都是即係人哋即係啲富豪啊，可能即係比較有錢有地位的人啦、啊。咁、咧就佢就結果嗰日咧就去咗咧就我一去到咧就見到我親戚，因為好耐冇見啦。佢本來好肥嘅，咁啊見到佢好瘦啦。咁就
我都唔好認得佢其實，咁即係聽到咁熟，咁跟住講唔到嘢，咁跟住我話俾佢聽，咁即係幫佢大師幫佢發功，即係咁佢就結果咧就發咗一個鐘頭功啦。咁發咗功之後咧，我再同佢傾偈咧，咁佢又好流暢講嘢。啊，即係你位親戚，即係我個親戚，係啦係啦。但係即係當然咧，因為佢阿傅老師跟住都離開即係香港咧，咁結果就即是他過了沒多久他都是過身的、即是那一刻他幫他可以、即短暫的一種的即復活啦叫做即所以就是說、如果真的有功力的大師長期肯幫你醫病是真的有機會醫好的他我想如果是有是的但是他自己會很傷是不是是啊是啊，所以其實佢有一個理論嘅，佢就話唔係用氣，即係用氣功嘅。佢話應該幫咧，應該係用另外一種嘅，就係、是、即係呢個就唔係咁多人，即係未必咁多人接受啦。佢係唸咒其實就、即係用呢種方法咧嚟到將佢，好似去咗另一個範疇咯，會唔會咧？係啊，但係我又講翻事實咯，即係佢，即係佢自己咁樣講啊。佢係話唔應該用氣幫，因為佢會吸收。因為我從另外有一個真實嘅事件咧。我另外一個朋友咧，亦都喺北京，都係一個氣功大師。係，咁佢話你咁多朋友咁勁嘅，因為我講開，跟住佢又講翻，咦，真係有咁嘅事？因為佢個即係就係親戚嚟嘅，咁佢又話佢咧就係幫一個心臟病嘅人醫個心臟病發功，咁結果個心臟病去咗佢嗰度，個心臟病轉移咗去嗰度，陰功喎真係，就係咁樣咯。咁但係會咁樣嘅原來，即係係啊呢啲，所以我哋如果唔知道咧，但係會唔會係？可唔可以咁講係有少少失手嘅先會咁？我諗會唔會？我未唔係我即係嗰陣時你都聽過啦，即係都有聽過呢啲咁嘅事啊嘛。即係就算唔好講到咩大師級嘅普通，即係譬如話練開氣功嘅，咪就諗住用氣功幫啲朋友或者啲人幫佢治療。其實很多時候影響到自己的嘛，但係成個病咁樣過咗户過嚟，即係好神奇嘅嘢嚟嘅。即係但係問題係，又唔係話即係獨立事件嚟嘅，即係好多都話發生。不過好多癌症病人咪自己走去練氣功嘅，但係如果即係譬如先你講嘅氣功大師，可以令到你個親戚自己運氣幫自己，自己有冇事啊？自己得㗎，係啦，自己有冇事咯？叫你自己練。但可能佢會唔會已經係病到即係太過嚴重，根本自己都做唔到呢個氣功嘅嘢？所以即係嗰時已經好後期咯，已經係即係鬥，佢可能想鬥一鬥佢，但係自己又事忙啦，冇辦法。所以早啲去好咯，因為我嗰陣時去練嘅時候，都係見到有啲人咧係行都行唔到嗰啲去嘅，即係坐住輪椅啊。咁只腳都喐唔到噶啦，咁因為好多時人就係咁樣咯，你唔去到嗰個階段，你又唔會走去做啲咁嘅嘢。係噶，都係噶，係嘛？即係咁樣咯。咁同埋幾得意嘅話，講少少個，即係我當然就係好皮毛啦，我呢啲咁樣咧就但係會點樣咧？練咗之後咧，你會 feel 到有啲，譬如有啲水晶啦，你會 feel 到有啲有氣場嘅。因為我試過一次，我自己試過呢啲、啊，你都試過，係我試過因為我都係有一段時間自己好低谷。走去咧買水晶，咁我不嬲唔信呢啲嘢嘅，咁我一就叫我喺個水晶上面咧，喺個用隻手喺度去感受咯。咁我係感受到喎，即係佢係特別係，不過其實係因為佢本身有能量啫，係嘛？佢有啲好似唔係咁，佢一定有能量。好熱嘅氣喺我手心嗰度。唔係你講呢樣嘢，其實而家甚至你講到有啲門派咧，譬如譬如係茅山或者等等，即係嗰啲嗰啲嘅時候，譬如我哋嘅祈福，咁我啲朋友都會即係啲師傅嚟，佢都話其實佢都係俾一啲石嚟，譬如乜乜就代表乜乜，咁跟住然後咧間一段咧，佢話要充電嘅，即係譬如佢幫你去令到周圍嘅氣場會好啲，跟住另一同與同時可能幫你吸咗啲唔好嘅氣場，跟住隔一輪咧你就攞去淨化，即係或者叫做幫你哦擺喺神壇度。又吸下啲氣，咁啊就 recharge 佢，咁啊再攞翻佢咯。不過我都相信呢樣嘢，大自然本身就好似一個即係發電機咁啊。其實好多能量你可以攞到，不過你攞唔攞，同埋識唔識攞。我自己曾經都求過幾粒㗎，即係嗰啲咩黃晶紅色嘅，有啲就白色嘅，譬如可能幫旺你人緣啦，有啲係咩幫你化小人咧，即係幫你吸啲唔好嘅嘢啦，有啲就幫你身體啊等等情緒啊咁樣咯。咁頭先阿 Vincent 就講到即係阿傅宗師就令到你接觸氣功呢樣嘢啦。哦，係啊，係啊，係嗰個好神奇嘅經驗啦。同埋話，同埋咧就即係咁樣講嘅，就一般咧你練大概半個鐘至九，即係一個鐘頭到啦，咁咧就會有氣場比較強啲嘅出嚟。咁但係譬如去到啲地方咧，譬如我去過西藏啦，咁去過上過布達拉宮啦，咁咧就哇好神奇，一上到去咧就即係嗰個地方我諗太神聖啦。咁上到去你唔使練功啊，佢個氣場咧你已經感受到砰砰聲啊。咁亦都問過啲朋友咧，佢都係有同樣嘅感受。咦咁犀利？但係嗰度應該空氣稀薄好多喎。
是啊，但又不是说，即因为 他那个地方整体都是高原来的，是啊，但是入到去里面是突然间走出来的，那个气场是，即我本来都不讲这些，因为其他人感受不到，我都特登讲给导游听，哇，应该这么好犀利告诉他这里。因为你有练开你就感受到的分别咯，即会比较是啊，我问过副宗师的时候就说，如果你有气场几时会没有，他说不会啊，成世都有的。不用一路这样一路继续练，练到即不断差电的吗？啊，都会，即是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再要劲一点，你成日练，你当然会去到更高的层次，譬如可能可以发功医人啊，咁你而家發得功未啊？你咁我呢啲唔得噶，依自己佢就可以發功，叫幾廿個人上去幫襯嘅啫，夠噶啦，夠啦。嚇，咁啊頭先就講咗一啲切入點啦，一間翻嚟開始咧就講下我哋今日主題係嘛，奇人張寶成同埋咧有你個 friend 喺阿張奇人手上攞翻嚟嘅一支匙羹喎，好神奇喎，陣間 show 嚟睇下好冇。情杀、虐杀、肢解、连环杀人，幕幕惊心独拍案情，尽在东头湾道99号。第一季一共99集经典重温，推出以嚟反应热烈，多谢各位奇案迷捧场。如果你都想收睇或者收听，请马上登入 www.radio99.tv， 以299元申请 S 1计划，然后在网页里面搜寻东头湾道99号第一季，就可以享受节目。无论买餸、行街、吃饭、坐车、睡觉，还有喂女装模啊，总之每分每秒总有奇案与你常在。神奇先，張寶成。我哋其實大家只係從以前就寫廿幾30年前有多啦。其實佢接觸呢個人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即係當時嘅資訊，即係國內流通嘅資訊冇咁多啦。咁而且就大家覺得好神奇，或者甚至有當個年代我諗香港嘅態度咧，或者當時我哋細個嘅態度都半信半疑啊。聽咗個名好耐咯，唔係即係半信半疑。咁但係後期就有好多我都講啦，喺好多電影或者範疇上甚至佢後期出書，令到大家話：咦，這個人真定假嘅咧？咁但係即係都幾傳奇嘅，就喺到後期咧，甚至係有人即係有人係篤爆話佢係假嘅。咁但係呢樣嘢都係值得商榷㗎，因為我哋等陣會可以探討一下究竟係即係咦係真係假，係真係假定係點咧咁樣。咁但係呢個人就最出名咧，定係如果你話去日本咁，我哋嗰時講埋完張房咧，咁佢一個邪教所謂嘅邪教嘅領袖啦。咁佢都有好多嘢，啲人話即係疑真疑假咁噶嘛。咁但係張寶成又唔係咩邪教領袖嘅，只不過係一個就係話擁有一個神奇力量嘅即係奇人啦。咁其實佢出身係點啊？係咪即係好似我哋一樣咁，都係翻學啊？細個時候都係翻學啊？普通家庭長大啊？定係點樣咧？係咪即係細細個已經好傳奇咧？定係嗱咁樣咧？因為其實咧，我就點解會對佢都好有興趣咧？因為我就先講噶啦，我朋友就見佢嘅喺即係中南海，即係國家即係招呼佢啦，去咗一個釣魚台國賓館。係嚇嚇，咁咧就佢就翻嚟就拎咗即係一雙刀叉啦，嗱俾我先可以打一睇一睇啦。哦，呢個就係啊張寶成扭噶啦，係嘛？是不是真的？是啊，是啊。咁佢睇下有三個字嘅，就係依對釣魚台。釣魚台國賓館嚟㗎。係嗱，大家呢個唔係一個手信啊嚇。是真真正正在張寶成手上得回來，不過你不要問我怎樣證實到，反正我就是信了 Vincent 的 fan， 信了 Vincent 的，他都不會找件這樣道具回來，就是去逼大家的。那麼就是張寶成親自扭給他的，是不是？哦，是啊，他說這個是，即我講回他那天的事情，他就說一來到大家，即他就去到那個席間，就
即第一件事就將佢刀叉咧就一圍台，每人咧就即係俾個紀念品你先，大家拎翻屋企。如果你喺網上面睇咧，其實有啲人都係有呢對刀叉嘅、嗯，即係佢親自見到佢扭定點？係親自。系啦，即刻扭完即刻送俾你咁。系啦，即刻送俾你。咁第一件事就做咗呢样嘢啦。咁跟住就系做咩嘢咧？就系、是、即系啲女士咧就会喺即系你个手袋里面咧有你个里面有个银包噶嘛。系啊。咁佢唔使开你个手袋，直接就攞咗个手银包出嚟。我以为直接攞咗钱出嚟添。咩？你话咩话？唔攞个手袋就攞银包出嚟。即系唔使开你手袋，即系隔空取物咯。隔空取物系冇错。但系咁佢点样见到佢个银包去咗佢个手度？有个过程噶嘛？唔係咁，佢突然間擰轉頭攞到㗎啦。咁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是，譬如你個電話即刻就撳一撳，咁我先卡出咗嚟，即係唔使好驚啊！即係要拆開㗎嘛。話佢會唔會撳一撳你個胃啊？成個胃彈咗出嚟㗎，真係。我睇過啲報道，佢話可以拎你個腎石出嚟嘅，係即係做呢個醫病。冇錯，腎石真係唔係腎啊嘛。冇錯，可能攞你個腎出嚟賣咩啊？咁就咁佢係講過呢幾樣嘢咯。咁佢見到之後，佢自己都好。即係好神奇，即係講到好神奇。咁佢本來即係講咗少少啦，佢本來佢又係基督教嘅，我朋友後屘就因為咁嘅事情咧，咁咧亦都係即係對呢個物宗咧會有研究嘅。咁就係點解會咁樣，我又唔知啦。咁但係我知道。咁但係佢本身係一個60年出生嘅男士啦，咁啊南京人嚟嘅，而家50多歲。咁其實佢本身咧就喺遼寧啦，本溪喺當時咧就喺個鉛礦入邊做雜工嘅。咁咧係啦，係啦，咁佢號稱咧就係有特異功能。其實點解會有呢個熱出嚟咧？其實大概應該係1978年左右咧，係突然間咧喺應該四川咧有一個小朋友就號稱咧就用耳仔識得讀字啊，即係可以姓唐嘅就話識得認字嘅，用個耳仔，即係唔係用眼用耳，唔使用耳仔得噶啦。咁啊即係知道啲字。咁及後咧就後屘張寶勝亦都出咗嚟，即係都係話佢其實我都有咯，特異功能有幾難啦、啊、等等。咁及後當然仲有一大扎人係湧咗出嚟嘅，成個當時嘅氣氛喺80年代初喺國內係好突然間好犀利，氣功熱咁樣。氣功或者叫特異功能熱。咁當時亦都有因為亦都有國家方面啦，即係有部分嘅即係咩國家咩科技研究院嗰類啦，即係咁啊就好。support 呢件事嘅，咁當然啦，有少少我睇翻啲報道背景就話，當時其實譬如胡耀邦等等，佢話喂唔好迷信呢啲嘢啦，即係唔好做實事，唔好再信呢啲。但係當時喺某部分嘅研究嘅所嘅人嘅領導咧，就覺得唔係呢啲係好真嘅，即係佢哋即係佢感受嘅，或者佢哋喺科學方面，佢哋反而仲覺得咦？唔係真係可以有證據，即係話爆咗都俾，又解釋唔到，但係佢哋又真嘅喎。咁所以喺嗰幾年嗰個熱咧，就突然間好犀利。咁甚至啊過嚟湧現咗好多哇！又話識依樣，又識嗰樣，又話咩氣功大師咁樣，即係好犀利咯。當個年代，即係佢其實資料就淨係知道佢係做過煤礦啦，咁樣係嘛？煤礦工人或者咁樣啦，我都講少少，因為我自己就即係其實喺圖書館幾年前睇過一本書，應該係《超人張寶勝》咁，但我。呢幾日走去借翻都唔見咗本書啦，因為太多人借啦。我唔知點解啦，即係佢嗰本要其實要身份證登記先至借到，喺個中央圖書館最第八樓咁樣咧就但係冇咗本書。係咁就佢我睇我憑我記憶啦，佢嗰本書就講翻咧就係話佢即係介紹佢生平嘅，就係講埋佢其實佢好細個嗰時咧就係可以知道佢老豆啲糖咧擺咗喺邊，即係點樣收埋都揾到啦。咁佢嗰時唔知道自己有第二功能，佢以為佢嘅鼻可能靈敏啲，即係佢覺得佢以為個個都得嘅，即係咁樣咯。咁即係佢就知道咁嘅嘢。咁後期點樣即係有一件事情嘅，就係話咧即係佢咁講就係話有一個即係佢嗰時打工咧係冇錯係工人嚟嘅。咁樣咧就佢有一次咧有個女同事咧就有封情信係。咁咧佢就睇到，咁啊講翻出嚟嚇，睇到封情信，因為我收信，佢知道個內容，佢唔係佢冇開到，咁咧佢個女同事咧覺得，喂，你而家係偷睇我封情信啦，係嘛？咁咧就去寫俾你先嗰啲情信，唔係即係你知啦，咁梗係有啲人唔應該知道咁啊，咁結果咧就鬧到佢領導嗰度，係咁咧領導跟住阿張成就話，喂，其實我唔係睇到喎，我用個鼻聞到喎。即係裡面，係啊係啊。咁結果即時咧就再做啲實驗俾佢睇，咁咧就結果咧就即係就證明咗佢真係有咁嘅能力咯。咁係即係係應該係因為依個事件咧，令到佢係比較即係出名，同埋突然間有嗰個熱啦。咁所以佢1983年咧就被
調入國防科工嘅委員507所啊，507一講即係過來就會知道嘅。咁另外就係、是、其實呢個地方咧，即係呢個507所咧，就係、是、被認為咧啲功能咧可以用喺軍事入邊嘅，即係調入去咧幫助。咁、甚至係就話，甚至咧到後期咧就話佢曾經參與過葉劍英啦，即係個元帥啦，咁、就要幫佢醫病啊等等。咁同埋佢喺八次啊後期咧喺八連續八年咧就喺春晚嗰度咧。是做表演的是的、但是这个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说Finson 所说的就是他有很多的特异功能的嘛，其实我可以逐一跟大家讲一下他有什么的特异功能、好啊，第一个呢就是他说他什么隔空譬如隔空取物是最易的，即是隔空取物就是刚才所说的无论走过在你的袋子拿了银包出来拿了个电话出来或者拿了SIM卡出来，这个是他的最基本的了，已经是即很简单的说他。甚至就说他呢可以呢是即是说将啲嘢攞落去你度，正话譬如请你食啊，我当而家请花姐食苹果，他可以突然间我唔使行入厨房攞咗个苹果，然后已经可能摆咗即摆咗你面前。即是他可以这样做的，直情是可以这样做，夸张到这样的。哇，插装教和可以的。是的，说他插装教和是可以的。甚至呢所以刚才你都讲就Finson 都讲到了那个女同事那封信，他其实他看文件呢他是不用看的。不用拿或者不用拿出来。或者甚至不用开柜拿到出来。即总之就即这个是很简单的东西对他来说。甚至他可以用意念打开所有门锁。柜桶，所以头先你讲 SIM 卡嗰样嘢咧一样嘅，就即系你就算锁住咗咧，佢都攞咗出嚟噶啦，系啦，咁样佢可以甚至同埋话佢有个能力可以咁啊，譬如你部相机，你影咗我张相，哈，我想你张相 delete 咗佢或者咩，佢当个年代又叫相机啦，即系而家譬如手机，佢话可以用吹一吹气咧，咁你个相机就坏咗啦，即系可以去到咁样。咁另外有一个叫火攻啊，佢有一个火攻咧，就系话佢攞件衫俾手，佢可以咧。捽捽咁啊，開始咧就著火啲燃燒喺度嘅，係啦。咁另外第五個咧，甚至咧就話將你可能擺喺黑房入邊或者相機入邊嘅嗰啲相底咧，成曝光爆光，即係就失靈，亦都可以嘅。咁另外仲有咧就係變化法啊，知咩叫變化法？唔知啊。變化即係將啲嘢變化，即係變形或者變咗一個形態。Transform。咁佢係啦，佢可以話出一口氣或者令到咧，譬如個吉啊。有譬如咁嘅 size， 佢可以變大咗，係啦，甚至咧佢話咧，即係嗰啲味道可以唔同嘅添嘅，即係可以變咗個質素，即係個質料啊，或者各方面嘅口感可以唔同啊等等。咁啊，甚至咧亦都試過咧，就話佢用譬如舉個例，你有張紙或者有張卡紙，你簽咗個名喺度，佢用手捽一捽就甩咗，即係咁樣一嘢捽一捽就甩咗。佢話但係咧，如果原來佢得意，佢教翻你轉頭，如果你有意念。寫了即有些很强的意念写了他就捽不甩的。是的他这样讲的，有人这样讲的。很强的意念。是的，即是用强的意念。甚至有人所以夸张到试过有个作家曾经拿过自己的一张卡片写了个名字，跟着放在口上嚼烂了，他即是嚼烂了捋回出来，跟着他的手捽捽就一张原本的卡片给回来，即是变回原本的卡片。第七就是这个也是刚才所说过的，就是特异功能医病治疗的。咁佢就話其實甚至Finson 所講咧就話腎石都可以攞到，甚至咧佢話咩幫你按摩嘅時候咧可以用火攻，令到你咧灼熱啊、興啊等等咯。咁甚至咧第八個就話佢有穿牆破壁嘅功能嘅。咁佢咧就試過話自我搬運啊，即係自己穿牆啊，自己穿牆，即係好似我哋。我成日覺得龍珠唔知係咪係用佢意念嘅，即係嗰個瞬間轉移，即係由呢度去咗嗰度咯。咁佢即係好似搬嘢咁，又穿牆過壁咯。咁第頭先就講咧，第九都係話用嗰、那個即係頭先鋼筆寫咗就抹一抹就 OK 咗。咁第十咧就係話佢仲有一種咧就是、控制他人意念嘅特異功能，即係等於賭聖咧，即係我哋睇電影咧，賭聖咪話控制嗰。快開門！快開門！快開門！咁啊，俾個鎖匙我，俾個鎖匙我。入邊啲橋全部都係其實嚟自呢、這個。其實都係啊，抌翻轉頭咧。現實裡面有啲特異功能。其實你睇翻轉頭，諗翻轉頭咧，嗰啲全部都係當年嘅。譬如你有啲電影，我咪話啲電影點解啲電影會做咗出嚟啦？譬如賭聖啦，譬如甚至賭神嘅第二集，我記得周潤發去到就揾個人話扮張寶勝，跟住又啲相又可以
搣爛曬燒咗又可以攞翻出嚟等等咁樣咯，即係其實好多電影都用過呢啲橋段咯。嗯，嚇、啊，即係如果係真嘅話，咁啊張寶勝係真係好萬能嘅喎，真係乜都做到嘅基本上。即係咁咧，我先講過話阿傅師傅咧見佢嘅，咁佢嗰陣時咧就即係咁問佢咩，佢話見過佢，咁點解？佢話咩場合咧？就係、是、原來就係醫阿葉。即係阿鄧小平個仔，佢只腳。哦、okay. 嗯，咁佢話佢嗰陣時咧，就佢啦，同埋阿張寶勝咧，都喺現場一齊去醫佢。咁、我跟住問佢得唔得啦？咁跟住佢話特異功能就唔係無所不能，即係咁。所以你話無所不能就雖然係國家主席係啊。咁同埋我睇嗰本書，佢其實講過話啲國家領導人咧，就如果即係有事咧，即係譬如話病危啊，咁有陣時咧，佢會出手咧去幫佢渡過難關嘅。即係我睇過有幾個報道，咁、所以有陣時候，即係我唔知道啦，會唔會有啲有陣時話領導人話唔得啊？咁突然間又得翻我，咁唔知係咪？大家知道講邊個啦？前幾年爭啲俾人哋報咗死訊嘅，係嘛？呢啲會唔會都係真係啦？會唔會係其實背後我相信都一定有啲高人係幫緊手噶啦？咁呢個盛傳咗好耐㗎啦，咁另外咧，甚至喺網上流傳一條片我哋可以睇睇啦。咁其實話係啊，當年咧應該係國家副主席嘅王震就同佢一齊係即係同阿張寶勝一齊啦。咁咪即係檢或者叫有冇去檢查佢或者叫咩？即係話佢一齊接受報導啊，即係一齊鏡頭影住佢。咁佢就喺隔離，當時比較後生啲嘅睇到啊，張寶勝咧比較。清力啲啦，邊個係張寶勝啊？中間啦，正中間嗰位啦，正中間呢？係啦，呢位啦，係啦。佢如果當時係幾多歲到咧？如果我唔知道段片啦，但係其實如果佢八十年代，即係佢都廿幾歲嘅啫，應該係當時係。咁啊，亦都要咧話咩？喺外邊嘅小物件轉移到信封入邊啊！即係其實佢就阿黃山咧就攞住封信啦，啊等等啦，咁啊佢就話佢話事先咧，阿張寶勝咧就冇接觸嘅。不知道入面嗰啲寫咗咩內容嘅，咁啊就係話咧，要佢辨認嗰啲內容啊，即係其實就頭先我哋講嗰啲功能啦嚇。嗯，即係佢而家要寫翻牛振手上嗰封信入面啲內容出嚟。係啦。啊，咁而佢而家就即係阿黃振就去核對下係咪真係嗰啲字咧？應該係啦，冇錯冇錯冇錯。即係相信都冇夾過啦，係咪？咁同埋就要確保封信，當然啦，阿黃振喺度就個作用就係、是。嗰封信要保證喺佢手冇搣開過或者冇做手腳，因為其實大家如果喺覺得造假嘅情況下，你就會覺得佢一定係有做掂個封信啊，搣開個封信啊。嗱，而家就鏡頭講咧，就佢封咗封信啦，然後佢跟住就即係會確認咗係要開咗佢啦，因為封閉咗嘅。上面係寫住張寶勝同志啊。係啦。咁啊，親自咁呢啲係有 credibility 嘅，咁佢哋唔會即係好似啲係做魔術咁樣有妹咁樣啦嚇，咁啊要真係佢都想 proof 下佢係咪真係得嘅。咁啊，拆開封信就發現啲咩咧？封信入邊咧係入邊有多咗五支火柴，即係佢轉移物品啊嘛，即係佢將啲嘢擺入去嘛，就擺咗五支火柴入去。即係原本冇火柴嘅咯。係啦，咁跟住咧，另外就話咩九樣大名啊，九文大名個文字係啦，咁就話好。兩個字形象相似，佢就寫應該係寫咗個文字，唔知係咪咁啊？係啦係啦，寫個文字，即係寫錯少少係咪？你寫咪可能寫錯咗唔定啦。咁但係佢即係，但係都好冇可能咁吻合啦。咪一字好難睇嘅啫，寫細字。咁啊，呢個我哋就唔肯定，即係我哋當然唔喺現場。咁但係而家呢個片就即係個公信力在於，我覺得係因為係國家副領導人啊，即係嗰啲領導人。嘅即係同佢在場，而且你造假嘅，你寫十次都唔掂啦。如果係即係我覺得太假嘅話，係嘛，即係咁樣咯。係咁啊，黃振就即係睇下佢寫嗰啲嘢咧。係啊，睇啲嘢，同埋頭先無啦啦就有幾支火柴喺度咯，即係好確認啊。係啦，咁最後都確認咗係堅嘅啦，係嘛？呢段片就大家上去其實都揾到嘅，即係呢個亦都係覺得係唔使揾啦，我而家俾大家睇啦。係咁啊，發現到佢寫嗰啲字咧，九文大名啦，今日咧。看不到今天什麼啦，總之傾價啦，即係總之啲字就係、是、其實真係佢裏面寫嗰啲嚟㗎啦，係啦，大致上係嗰啲啦，係啦。咁佢其實仲有一兩件事件嘅，我可以講埋就係話其中有一個比較出名啲嘅就係、是、即係佢有一個人造衛星咧，就中國咧跌咗落嚟，咁咧就嗰陣時就揾阿張寶勝咧去打鬧嘅幫手，因為就大概知係喺一個河度咧，但係就因為啲河咧就好急嘅，
咁嗰個人造衛星咧就當時可能科技冇咁先進啦，咁咧就就要最後要靠佢用特異功能。佢話佢試咗兩次，第一次咧佢話喺嗰度，咁點知落啲人落咗去揾唔到，咁咧就對佢有懷疑啦，因為好大憑人噶嘛。咁咧咁其實咧佢話。佢堅持話真係喺嗰度，咁結果佢第二次再落翻去同一個位置咧，就揾到出嚟嘅。咁呢個咧就喺1984年發生嘅、即係第一次冇，第二次有喎。其實都有嘅，不過只嗰個河底可能好黑，咁佢就啲人揾唔到咧，好急啊啲水。咁但係如果唔相信佢，佢哋都肯落去落多次喎，好彩。哦，係咯，如果唔係就次都係啊，都佢話好長，因為即係所以亦都睇到咧，佢呢啲點解可以喺軍事上面比較即係其實有個用途喺度咯，即係嚇。佢以前話細個嗰時咧，後生嗰時咧，咪做礦嘅，即係會唔會因為佢有啲咁嘅特異功能咧？你知有啲有啲咁嘅感應力嘅，咁超強感應力嘅人咧，嗰啲礦公司咧會出好高人工去請佢哋噶嘛？咁我又唔知道啊。去探測嗰啲石油又好，金礦喺邊？佢話佢做雜工嘅啫，好值錢嘅喎，嗰啲真係做雜工嘅啫喎。唔係喎，好似講笑咧，即係講翻嚟。又咩？當年賭聖啊嘛，佢喺鄉下做咩啊？冇啊，幫嗰啲村民睇下下邊啲水管有冇爆啊，定咩啫？即係 check 下啲嘢啫。好多功能，即係好似啲 X 光眼咁樣做佢咁樣啊。其實我都聽過一個朋友講過嘅，不過呢個即係冇根據咧。佢咁講俾我聽嘅話咧，就即係佢話其實咧國家咧就好有系統咁樣去訓練呢啲咁嘅人嘅。佢咧就喺每一條村咧就即係話邊個有啲咁即能力咧，就會即係蒐集埋一齊。咁蒐集埋即係太好多人噶嘛，大陸咁咧就蒐集埋一齊喺一個地方咧，就會集中訓練嘅。咁佢哋第一樣嘢嘅測試咧，就係、即係俾張紙你，即係裡面封住咗嘅，就叫你嗱，你用耳仔又好，用個鼻好，就即係睇下嗰個咩字裡面。即係其實係有一個好有系統嘅訓練咯。即係我就聽過有啲人咁樣講法咯。係，即係好似台灣有啲班咧，就開俾啲小朋友訓練佢第三眼啦。咁啊就即係變咗睇書或者係温書咧，佢哋啲記憶力咧超強啦，同埋甚至乎即係可能默書啊嗰啲完全冇問題，因為其實佢哋基本上已經即係。一睇就已經過目不忘啊，或者係甚至可以穿透到即係書本咁樣睇到裡面嘅內容，哇！真係呢啲又有啲係咪？係啊，香港而家都開始興。早兩年我都聽過啦，已經話即係幫助啲人冇咁多雜念，同埋打開嗰個咩第三隻眼咩，等你容易做處理好多嘢咯，係啦，感應咯。好啊，咁頭先你話仲有一件事係關於張寶成嘅，係咪？我哋翻嚟再同大家跟進一下呢一個奇人啊。